友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天 Watson 市全新代言人發布會，我是大會司儀 Dennis 余日峰。大家好，大家都知道 Watson 市一直都領導著保健以及美容產品零售業，為顧客提供個人化的諮詢和建議，配以奧斯同齊的多元化產品種類，令到顧客每日都可以能夠做到就是 Look good, feel great 嘛。所以今次周柏豪就是被邀請出任 Watson 市的全新代言人，以多個的健康、活力和型格的造型拍攝平面以及是電視廣告，用多個的造型以及是多個的角色去演繹他的廣告中的不同的造型，同 Watson 市的品牌和風格以及是多元化的產品的服務絕對可以說是同出一轍。好啦，這個時候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，就是可以立刻見到我們的全新代言人，這個時候不如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有請柏豪出場。